MyVideo 一日宣布要联手 BBC Studios， 在台独家推出旗舰级影音串流平台 BBC Player 专区。六大系列频道的内容，不管是成档英剧、真人秀或儿童节目等等，现在统统在 MyVideo 都看得到啦。我个人呢、非常非常的兴奋，我昨天已经跟我儿子讲说 ，Gordon Ramsay 要来了，要在我们荧幕上。2018年。开始就跟 BBC 合作，那这次的话特别兴奋跟大家宣布哦，我们跟 BBC 的六大系列品牌一起合作。那 BBC Player 刚 Bill 有讲到说，我们已经在 MyVideo 的 App 上面的话有一个 tag 是专门是 BBC Player。那这六个系列的作品的话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。然后包含了3000个小时的内容，所以的话一年应该都每天看10个小时都看不完。他们也表示会针对台湾观众的喜好，以最快速度更新内容。另外，人气部落客那些电影教我的事也现身记者会，跟大家推荐了必看清单。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呢，就是 BBC Earth 里面的《冰冻星球》第二季。那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它是一生必看的或者必去的一个极地探险哦。就如果大家有在看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影片，或者是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话，应该会有听过我们提到一个概念，叫做人生遗愿清单。那我在上面呢，其实就有不自量力的写了一个，说我想要去极地探险啊，应该不会成功，应该是不会成功。但是呢，还好，因为有 BBC Earth， 就让我说，我可以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、安全的，就可以去享受，就可以去看到这个地球上的一些美景。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来点刺激的，那当然就得要去看 BBC First 里面的一众多的这个行政侦探剧哦。那我今天想要特别挑一部来推荐的呢，就是《路德探长》（Luther）。其实刑侦或者说侦探类的影集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主角呢似乎都清一色的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非常的沉着、很斯文。但是路德探长不一样哦，他是由这个环太平洋里面那位将军，也就是 Alba 所饰演的，所以他那个样子，光是一站出来，我看可能坏人就已经在那边屁滚尿流。不止如此，他们还推荐了戈登拉姆齐、明日厨神、豆豆先生、喵喵犬布利，跟着水羊水波一起看，绝对不会错的。